中央电视台将与美国孩之宝公司合拍一部名为《变形金刚哪吒》的动画作品，本片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在央视黄金档首播。虽然目前只会在中国播出，但未来很有可能面向全球发行。据悉，这部剧集是从2017年就被央视宣布的项目，宣传时称这部作品将会是中美动画领域合作的里程碑。